开始小舅子在这边。对，右边。好，间接小舅子吧，走。谁？真的很重。这个，我蛮想念我之前的时钟。蛮短的那个。碰，然后男生说：“看。”男生说在这边嘛。看到我，打到他有没有？男生说：“男生说。”两届的三峡 boy， 一个是差八年。差八年。不用这样子，不用这样子宣传。讲的是在有开车型，就对了。以前他们那么年轻，现在又有年轻的出现，世代交替。干嘛这么说？一定要，只有你屹立不摇。金宝山，屹立不摇。终极一班拍到十，你还是有你。立马脱下。我想我可能要休息。你不拍我就是终极系列的灵魂，只有你跟大哥，我跟大哥，我就是终极灵魂，大哥才是灵魂，你是男一配角，你也不脸哦，你有点胖，我压力太大。说什么？再说一次。因为我压力太大。为什么压力很大？因为我现在戴没有关系的。他这边气好瘦，有没有觉得？因为会情憔悴，会爱憔悴。因为刚刚曾佩慈不让我抱，我为爱憔悴。那你敢抱 Kelvin 吗？你敢熊抱他？我刚已经亲过他，有差吗？去，你亲狗吗？这么紧张的时刻，顾大哥怎么没有来啊？段长伟以前不是对他很好的吗？我一直很想演这一段，你帮我照一下。好，俏妞啊，社员外啊，周围都没有人，你跳也没有用，眼睛闭一下，等一下就过了。你来啊，你敢吗？不要碰我，我看一下了，算了，还是不要。这世界很酷。